有乘客搭火车看到这一幕。金发男子诡异的趴在车厢走道上匍匐前进，有乘客原本闭目养神，被吓到惊醒，赶快转头看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。没想到男子突然起身，仿佛变身恐龙，男子一声嘶吼后定格在原地。而这还不是他的唯一一招，同样在台铁车厢。我要拉屎，各位，我要拉屎，各位，我快憋不住了。我要拉屎了，开门，开门！男子从座位站起来，一副憋不住的样子，往车厢门走过去。谁知道他下一秒突然爬卧在地，吓得乘客赶快从旁跨过。对，还动啊！这名男子疑似为了拍影片上传社群网站，经常穿着特工服出没在公众场所。这回在台铁上作怪，铁路警察说可处新台币1500元到7500元罚款，屡劝不听，列车长还可以拒载，博关注恐怕倍感下车。记者刘云碧、王世汉台中采访报道。